这应该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吧？啊，果然，哇，我的天，发财了！宝箱里掉出这么多金币吗？啊哈！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小飞象的游戏实况。有没有发现今天小飞象的头上有什么变化呢？带了一个果盆，对吧？还有一个花篮。那么我们今天要玩的呢，就是叫做拆箱子模拟器啊。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，然后去点击这个箱子，把它给拆开了。箱子里面会爆出金币，或者这边还有任务啊，任务记得提交一下，或者出来我们的装备啊，装备是各有好坏是吧？你看出来两个金币。这边是呢，这边右下角有一个东西，是我们这个图鉴，看到没有？所有的装备都在里面。我们现在开的都是比较普通的啊，还有头上戴的，还有背上背的一些东西哦。好吧，我们继续来拆这个，只能拆个小箱子。然后随着我们等级越来越高，这边你看有个箭头指引我们去这边，这边好像是一个武器商店。那么小朋友就过去看一下，身上203块钱应该能解锁一个锤子了是吧？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买。OK， 还获得10个钻石，任务完成。我这次我有这个拆箱子的武器了。这个12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拆箱子的数量啊。小飞象到现在只拆了12个箱子。来，来，哇，2个金币，漂亮。还有任务啊，这游戏玩的还挺快的。我们拆这个箱子越来越快。任务提交下，下一个金币哦，下一个锤子好像是900是吧？但是比较多了哦。但是任务做还是很快的。你看右边的任务一会儿就给我们一个箱子没拆完，就给我出来了。哦，3个金币，但是没有装备，但是没有装备，很可惜。哎，出来个装备了吗？出来了哦，等级三的帽子，能不能戴上去？啊，满了是吧？我们把这个果盘给拿下来，给它装上这个啊。哎，不是，把这个拿下来，给它装上等级三的啊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会速度越来越快，唰，抖抖抖抖，呼呼，拆。哦，这么快，一锤就一个了，一锤一个，哇哦。那么有没有什么大箱子给我拆？我现在拆点大箱子。哒哒哒，任务也完成了。这个箱子会给我爆出什么武器呢？嘿，那么各位小伙伴，如果喜欢小飞象视频，不要忘了点关注哦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哦，来了一个帽子，这个帽子看一下也是3级的。那我们把这个给 ，OK， 把这个给拿下来，然后把帽子给装上去。这个可以卖掉吗？啊，好像不行啊。那么我们先把它啊，帽子只能戴3顶，要加帽子的话必须得买是吧？然后有什么别的？还有个宠物之类的，哇哦，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要管它，我们不要管它，继续走，继续来拆我们的箱子。我们现在，哇，2个大金币，好，现在就存900块钱去开超级的箱子。哎，这边需要1000金币是吧？啊，这游戏还可以啊，有任务在，1000金币不是特别的慢。噔噔噔噔，任务又做完了，21个金币，丢丢丢。哦，你看那边有，看到没有？不一样，有一个不一样的箱子，我们去拆一下。嘿嘿，我感觉里面肯定会有好东西哦，来了哦，小飞象来了，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样的箱子，我来也。他们的宠物在哪里买的？哇，好，开个啊，这个不一样的箱子应该特别的贵。现在挑一下，大概30级，还是挺快的嘛。哎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任务一会儿就做完一个，哇，好快啊！我这任务马上就要500个金币了，494个金币了，噔噔噔。嘟嘟嘟，喂喂，能不能给我抱个宠物出来？这个，或者给我抱个等级高点的头盔。我们现在只有普通的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后面还有很厉害的东西。我怎么感觉他在抢我的东西啊？哎，别抢我的，别抢我的！哇哇，他在抢我的金币！我的天啊，他在抢我的箱子！我说到一半，居然抢我的箱子！你是不是人？900多个好像。900多好像能，哦，我们能去下一个区域嘞。哎，我们先去下一个区域，先解锁锤子，先去下一个区域吧，好吧。哒哒哒哒哒，小飞象来了，下一个区域，下一个区域有什么好东西等着我们吗？嘣嘣嘣嘣嘣 ，OK，Let's go！ 哇，紫色的盒子，再领钻石。紫色的盒子，哇，现在这个小盒子都这么贵吗？啊，不过大的盒子，不过任务还是做得很快的。只有一个，好吧。那么我去看那边有个大箱子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哇哦，这厉害了！我们去点一下，他们拿的是什么？宝剑吗？哇，啊，他让我去那边。那么我们先来这边，这应该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吧？啊，果然，哇，我的天，发财了！宝箱里掉出这么多金币吗？哒哒哒哒哒，2000多块钱了，发财，发财了！
十四分钟能捡两，再过十四分钟我又能捡2000多金币，太爽了吧这游戏！呜呼 ，nice！ 哦，出来一个武士头盔，啊，而且我看颜色好像不错的样子，成品好像不错的样子。嗯，哎，是的，你看第二个序列的头盔不错吧？哦，7级的，我们把这帽子拿下来，把这帽子拿下来，装上7级的头盔，哇，威力加的好大。但是这里都开不出宠物哎，这里会有宠物吗？没有什么宠物呀。我们买一下后面的锤子，9000、8000是吧？只能买个900的锤子。OK， 任务又完成了，走，900的锤子我们大升级，噔噔噔噔。然后去这个继续开这个啊，噔噔噔噔噔。他这边是，这边什么东西啊？都是难道是卖的吗？是不是要85K 8500吗？我们来继续拆我们这个大箱子，哈哈，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，哇哦！哎，任务也做得很快。我敲哦，我敲没有什么东西，看我现在就敲大箱子，就锤大箱子。这边还有等级。来，我们先拆就完事了啊！拆，我拆，我拆，哎，拆就完事了。我再拆，我再拆，我再拆。哇、哦，金币来得很快。哎，当中有个大礼盒，我去跟他抢了吧。哇、哦，来了一顶法师帽。哇、哦，法师帽，我来跟他拆下。哎，这么快就拆掉了？法师帽的话，别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嗯，为什么东西？哎。为什么东西都不显示？哦，显示了，我的那个东西，别抢，别抢我的大礼物和我的法师帽，9级的，把这拿下来。哇，9级的法师帽厉害了，哇，19.9K， 这得拆多久？有没有人过来帮我一起拆？对，你帮我一起拆吧，我只能这样，只能找寻我的小伙伴一起来拆这个东西。哦呼呼，哇，我们的任务做得好快啊，4000多金币了一下就。别，看一下这里没有什么更加值钱的东西啊！哇，哈哈，拆，会不会出来一个宠物啊？我想要个宠物蛋，我想要一个宠物蛋，在哪里？来了！叮 ，OK，OK， 是一样的帽子吗？11级的帽子，我们把这3级的拿下来，把11级的装上去。OK， 那么我们现在带两个一样的头盔。但是我们的威力加强了啊！看到没？拆这个大箱，拆这个大箱，先变得很快。哦，哇、哦，还会掉钻石出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东西是给我们附魔的，是吧？这东西还可以附魔，我的天啊！我先试一下，点一下这个，然后给他这个，哎，可以，你快看，可以，给他加经验值，看到没有？嘿，啊，12级了 ，OK， 哎、啊。是吧，我们稍微的研究一下，这个就厉害了啊，还可以附魔给他升等级，我天啊，原来那更加没办法了，那更加没办法了，我们这宠物蛋更加是靠运气了，是吧？现在存个9000块钱，来，哇哦哇哦，咚，存9000块钱去开一把大宝剑。哎，那个箱子好嘞，那个箱子好像能开嘞，我们都要过去看一下哦。哦，这么快吗？好爽啊，这游戏，这游戏节奏很快，适合各位小伙伴来玩一下。啊，原来是附魔是吧？哇哦，嘣嘣嘣，嘣嘣嘣嘣嘣，嘣嘣嘣嘣嘣。哦，只出来了金币，好吧，居然只出来了金币。那么我们去那边开一下箱子啊，去开一下 big 大宝箱。哦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出来，要10几分钟，15分钟样子。还有9分钟，好吧，那么我们再锤一个箱子，准备去把我们的武器升级一下，够不够？应该够了，现在12000是吧？怎么回去呢？哔，再锤一个箱子，秀箱子，哎呦，哎，运气这么好，7级的是吧？一样哎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好看，把它装上去，哇，锤个小箱子给我锤出来一个7级的。我的运气不错哦，我还有钻石，哇，酷 ，nice， 噔，哎，这个人在这里挂机吗？哦，我来了，我们的老板武器，我来了，我的大宝剑，哈哈，
小飞象的大宝剑在这里，叮叮叮 ，OK， 再拿一下我们这个，接下来就是要存八万五了，八万五区可以去第三个区，后面还有四五个区，还有海盗的样子，哇哦，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，还可以附魔，就比如说我们再附下魔，给他附魔吧，好吧，把这个东西附给他 ，OK， 给他加了一半的经验值，哇哦，呜呼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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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注意一定要把这个任务打开了，这个任务现在完成的话加300多金币还是很快的，小箱子也不要错过，小箱子的掉的金币也是，万一还掉出什么好东西是吧，啊谁知道呢，哈哈，当当当当当，呜呼，大宝箱 so cool， 丢丢丢，哈哈，哎哎，又出来顶帽子，也是七级的，七级的我们就不管了啊，哇又出来顶帽子，谁能想到呢，这些小箱子总给我一些惊喜，呵呵，总给我一些惊喜。哎，我连开两个怎么样？嗯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全是金币，一会儿一万就有了。我们今天存到一万块，好吧？应该没什么，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存到一万块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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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哇！这边又给我开出来个八级的啊，八级的不用理他。啊，一万块我们存到了，哇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八级，但是橙色的，就效果特别好。哇，把这拿下来，把这装上去，看颜色，看到没有？橙色的，也就是这个颜色的。哇，虽然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是第二好的了。酷。好，我们把这箱子打完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特殊箱子，把那个特殊箱子打造完毕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游戏啊！来，别抢我的箱子，我来和你一起开。当当，现在我们开得很快，哎，嘟嘟嘟嘟，他就是刚刚的我，他的样子好难看啊！他凭什么有吉他？难道第一个里面有吉他吗？哎，有吉他，但是我没有开出来过，但是我却没有开到，就是第一个地图的吉他我没有开到，八百多，这钱来得好快啊！还有六千多，来看一下里面有爆什么武器给我，给我点钱也好，嘣。包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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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，钻石，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游戏时光呢就玩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，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记得关注哦，拜拜。